好，大家最期待的还是台湾的这个新景点嘛，哈，炸红炸裂了，没有去过真的是就逊了，那就是你知道吗？赖皮寮，在这个12月7号 ，Google 搜寻趋势的排行榜，叫赖皮寮有多炸？20000笔以上的悬殊差距啊！阿杰什么像鼻炎断掉，带自己年终赛，全部不是他的对手，红到这种程度哦，但是被下架哦，啊，被下架，怕你哦，谁怕啊？现在出现各式各样，赖皮西。我今天看到这个，我一直笑，我整个下午都在笑这个。我觉得太神来一笔，赖皮电到店，我只听过虾皮电到店。大家都知道嘛，我今天跟我的编辑台，我们全部一直在笑，广告拿来笑了整个下午，你知道吗？赖皮电到店，这神来一笔哈，赖皮农森，赖皮篮球框，还有世卫休息花园、违建公园、赖皮村，来，我们把地图调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地图爆泡开喽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还要不要再加一点？也不是有张地图吗？导播啊，好，来，等一下，导播也昏了啊，来，有没有？来，地图拉出来 ，Google Map 出来啊，来，我们从这边开始玩哦。好，你从那边走进来，你会先经过一个赖皮石头步道，好，慢慢的欣赏，慢慢的走，然后再往前走呢，好，往左边一看，哇，赖皮寮森林游乐区，好大一个，上面有个赖皮村呢，中间你还会经过一个这么好的设施，叫忠孝礼义。仁爱礼义廉耻纪念公园啊，然后呢？没有耻啊，耻不见。哎，没有耻啊，哦，无耻啊，对不起啊，忠孝仁爱礼义廉无耻纪念公园啊。好，走到赖皮村的时候，就记得有个岔路往右边走，右边以后你会经过一个违建公园啊，然后再往下走。哎，导播，这个是不是我那张嘛？你们这张比较简单，对吧？这张比较对嘛？哈，好多啊，还有赖皮神宫。枯德族赖皮寺、赖皮村、赖皮篮球框，有没有？赖着不拆，信赖台湾功德堂啊，赖功德祠堂，还有赖皮三叉路，还有赖皮石头步道，大家看了没有？好像组一个团哦，赖皮团，对不对啊？这就是我们2023啊，今年底快要过完了，隆重跟你介绍台湾出现一个最新的热门打卡地点——民主绿建筑赖皮寮。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哈。好，就是这样啊，被下架，不断的下架，不断的有新的下架，一次我就冒出5个景点，再下架一次我就冒出8个啊，地图炮整个打开了，对不对？然后连副总统的官邸也被加注，中华民国副总统赖皮寮官邸，然后现在红到国外，新加坡联合早报也注意到哈，老家违建被 Google 地图标示为赖皮寮，显示什么？过去的决策被质疑是双重标准啊。什么双重标准？记不记得这个南铁的拆迁案啊？稍后我在线上也为这个神秘来宾，他要代替这个南铁当初怎么样被赖清德来对待。赖清德怎么说那些当初不肯离开老家的人呢？那些人的房子里面也有他们爸爸妈妈的回忆，也有儿时成长的记忆啊。每个人都有自己儿时成长的故居跟记忆，通通不能拆哦。好，今天我编辑还讲说，对啊，他们违建里面放了祖宗牌位，那就不能拆吗？是这样吗？啊，这不是双重标准吗？我们稍后来看一下。所以今天各式各样的打卡，来，我们看今天谁去了？嗯，今天谁去了呢？来，导播。照片准备好哦，对啊，第一个，我的辫子的同学，对不对啊？这种热闹怎么能够不跟呢？对不对？当然要跟呐、啊。好，我们稍后来看一下辫子妹这边采访了很多，哎，真的好多民众来这边打卡。好好，再来，还有谁去了？来啊，巧心啊，巧心这种一定也会跟上嘛，巧心最凑去了。我也新增了一个打卡点，叫契德功德院宗教圣地，但立刻被刷掉了。哎，动作好快哈、哦！一上马上就被刷，所以这是有专人看守吗？然后这个未来的入口还有标示副总统成长老家，最后又被胶带给贴掉了。为什么要贴掉啊？尴尬吗？啊！还有张思刚也去了，最近最夯的打卡圣地，到此一游，有没有哈、啊？来到那边都要摆一个 pose， 摆一个 pose。所以接下来的假日哈，大家有兴趣的话，记得哈，到每个地方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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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德院呐、啊，什么都去打卡哈，给我们看一下。好，来回到刚刚那边啊，我们就来看一下啊，这个不哭不哭，眼泪是珍珠。这个赖清德已经前前后后这个说他哭了5次吧，啊，5次。然后郑红仪也哭了啊。
奇怪，干你什么事啊？你哭什么哭啊？很奇怪，今天在 PTT 上也是炸锅了啊！但我们先来看辫子妹的体验好了。辫子妹到那边回来之后呢，真的是哈，心里面感触万千。辫子妹也有一个成长的故居，每个人都有。大家怎么看呢？我们来看当时这个打卡民众的看法。我们已经来到了近期最夯的打卡景点赖皮寮，赖清德的万里老家。好，门口呢就有一个24小时的岗哨，不过哎，没有人呢。我们下车看看。话才刚说完，没人，一下车我们就发现一名特勤人员快步走进旁边的民宅里。直接现场我们发现呢，就是原本里头有人站哨的岗哨里头已经没有人了。不过在稍早的时候呢，我们目击到了有一名特勤人员呢，他是看到记者之后呢，是戴上了口罩，然后默默地走进了旁边的这个小屋子里头哦。从外头看进去，桌上摆着电脑等设备，岗哨里头的插头也没拔，看起来比较像特勤人员从外头岗哨移到屋里头作业。另外呢，其实在外头也装设了这个监视器哦，它其实是24小时监控哦，随时紧盯外头的情况。今天呢，在这个赖皮寮这里虽然下着雨哦，但是有不少民众他们是慕名而来，特地前来打卡的。3、2、1，耶！就来看看呢、啊，看看到底是什么这么豪宅啊？看看豪宅，看像不像？怎么样？这边可以泡茶啊，就是好豪宅啊。也还不错哦，哎，真的光疗的话是有一点豪华。你是住附近吗？没有没有，住在台北。特地来的。就对啊，而且迷路 ，Google 找不到。刚看完之后反应？漂亮啊，很舒服啊。据说这个是他们说的公寮。没关系啊，不然我们能怎么办？我们能怎么办嘛？我不是当官的，我们能怎么办？要观感的问题啦，你是要选总统呢。好。对啊，说我们也不能怎样啊，我们小市民能怎样？对啊，观感很差了。为什么会让你觉得很差？盖头违建。虽然是，那我们是也可以来盖违建。不是啊，就哎，很差了。短短20分钟之内，1、2、3、4、5、6、7、8、9、10，我们就捕获了10位民众，人手一只手机，抢着拍照打卡，还有人骑着脚踏车，淋着雨，浑身湿透，也要一睹赖皮寮的真面目。台北骑过来的。哦。下雨啊？下雨有什么关系？这挺台湾人啊，真的是太扯了吧？这个，我这边拍个照。你要拍个照？对对对，打个卡回去。对啊，所以这看起来就是公有的吧？你说它像什么？洋房。走进旁边的这个小花园里头，你会发现呢，其实地板上都铺设有这种石砖哦，供人来行走哦。而且呢，从旁边这些花花草草哦，看得出来这里是长期有人时不时就定期来维护的。难怪稍早有民众看到这里之后，说这里简直就是豪华公寮。皮寮香肠摊。好，这个亮哥给我一个哈更详细的观光地图啊！天哪啊！哎，有了这个太好，这是法宝哈，我要把它PO出来一下。来，我们的那个导播待会抓一下哈，抓一下，然后我给大家 update 一下，好不好？带我们来看一下 PTT 哦 ，PTT 这期炸翻了 ，PTT 它开了一大堆题，好多题哦。有我这是选择其中几个，有一题叫做赖皮寮完整美丽啊造景曝光，然后里面就有地图啊，各种详细的教学啊指南啊。还有一题叫做赖皮寮好玩吗？啊，大家就写我去的一个心得啊。还有赖皮寮 Google 这个地图搜不到了，然后大家就写啊，这个炸更多。赖皮寮周边景点暴增等等，开了一大堆题啊。那这题是什么呢？啊，郑红怡哽咽啊，大家讲说你哭什么啊？骂了一大堆，哭屁呀啊！就违建啊，讲一堆有的没有，其他人都拆了，赖皮的违建就没有合法故啊，这边不拆装死哦，这违建加了洋葱啊啊！这个台湾才要哭吧？还有一个题叫做新景点赖皮寮结束营业了吗？啊，不准拍照了，封存30年吧。赖皮寮也把它封存30年，只开放到1月13号，你懂吗？啊，请搜寻赖皮寮小公园，封存1000年，准备当古迹吧。啊，该不会还派警察守在那儿吧？宪兵哦，休息站哦，啊，哎，导播那个最新的地图有抓到没？好，抓到来给大家看一下哈，感谢亮哥，亮哥提供啊、哦。捷运不通，特勤很多，公车路线862到砖厂走路20分钟到。
啊，大家看到哈，有什么好？你如果要买卫生纸，因为哭了嘛，然后在这边买卫生纸，知道吗？啊，森林游乐区还有赖皮卡丘。不要把皮卡丘扯进来好不好？你有想过皮卡丘的感受吗？对不对？是。还有一赖皮德纪念公园、赖皮大树、哈赖皮运动工厂、赖皮寮香肠摊，还有赖神牛油购买地、赖神禁卫军纲哨啊、赖蔡英文打小人摊、赖皮观光夜市、新潮流溪。还有台独精神散步，台独精神散步的石头步道哈，还有什么伟人赖皮德诞生地、赖皮寮，怎么办？好想去哦，纪大使你呢？啊，我这几天在忙，要不然真的要去看一下。我觉得他那个赖皮寮给我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正面跟反面的落差，然后正面跟侧面的落差，对，这个哈，这个就反是什么？正面跟反面完全不一样。正面看起来就像我们台湾一个乡下的一个这个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两层楼的一个房子啦。那可是它有贴那个瓷砖以后，就比我们一般看到比较像公寮高级蛮多。可是它的后面真的让我感觉真的像那个豪宅似的庭园，那个门啊，那个后面修的那个整个感觉，所以这个就是前后不一。前后不一，然后呢，我们还没有看到里面呢，里面还没打开来，让我们好好看一下哈，会不会表里也不一？不过呢，正面跟侧面又不一，正面看起来很窄，侧面看起来纵深很长，所以这个房子经过了加盖，所以它这个东西在申请盖的时候啊，它有没有申请建造跟核准啊？那个这个都是很大的问题啦。不过这个就看这个房子，我真的就很多朋友说原来如此，现在就你看那个辫子妹站在那边那个照片啊，她左边那个就是她那个后面那个门，修的就是豪宅的啊。你只有在天母才看到那种门呢，真的那个豪宅区啊。当然我觉得啦啊，就说这样，你说豪不豪宅，我觉得倒是其次，那主要就是大家觉得双标嘛，因为很多人家的违建有没有一被检举你就得拆啊，对不对？然后那这个地方呢，就是因为你怀念你爸爸，你的什么成长记忆，然后这个郑红怡也来哭嘛，对不对啊？蓝营到底有没有人性？而且是他儿子的名字，他本来为什么宪兵要来看？对啊，而且没有人住啊，是啊，对不对啊？而且儿子在美国，讲的什么有没有人性，这没什么道理的啊。第一个又不是蓝营在批评你，对不对？也不是白营在批评你，都是网络上酷手好玩嘛，对不对？因为政治人物有一些错误的行为，老百姓奚落你，嘲笑你，你要自己检讨嘛。这也没有什么很严重的批评，有什么好哭的啦？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给大家带来了无穷无尽的欢乐。我们刚刚这个网友全部都说笑翻了，哈哈哈哈！大家刷一大排。赖清德如果落选，就是因为赖皮寮。所以是不是跟林志坚很像，有八七像？我觉得林志坚是让人家嫌恶。你怎么会抄袭这个？可是这个让人家觉得说，你怎么那么没品？这更麻烦嘛，对不对？对啊，如果林志坚说为了护他的学位，人家觉得说好吧，你说你两个是谎话，我们就算了。对，你想当总统，怎么会把这么凶事情看那么重，会让人家鄙视你嘛？对，政治人物不怕人家骂，就怕人家鄙视嘛。鄙视你真的很难防卫。你看那么多讽刺你的话，没有任何一句是蓝营发动的。南宁的宣传力道如果有这么强的话，早就翻盘过去了。对，因为今天下午阳明，大家知道这个黄阳明很用功嘛，他特别上网去爬书哦。所以纪大使你看，因为出身公务体系，照理说你说总统啊、副总统啊、家人直系亲属是要保护，没有错。所以他看了过去陈水扁在的时候，他的台南老家是有这个特勤人员在看守，因为当时那个阿扁的妈妈住在那里，对，那妈妈在我们没话讲。对，那马英九也是，马英九在兴隆路的那个住宅，因为他妈妈住在那里，妈妈在也没话讲。所以当然是这个安全啊，特勤是守护，但这个地方一栋空房子啊，然后宪兵在这里拿着纳税人的钱在这边帮他看房子，你觉得呢？所以赖清德自己不敢出来面对啊，他说那个是国安单位他们自己的尽他们的职责。那我们讲国安单位拍马屁拍错了，拍到马腿上了。那个房子基本上第一个没有人住，第二个呢又不是赖清德的房，一个名字，所以呢
这个还要派，而且在这么偏远的地方还要派人去，还要派人就是射钢哨，对，宪兵，然后还被拍到那宪兵还在旁边被他扫地，扫那个公园。这个东西，这个哈，放到任何国家水准来讲的话，都是怎么样？都是滥用公帑啊，而且是不是有符合法律的规定？对啊，不符合、啊、这个特殊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为是他儿子的名字，他儿子规定他怎么可以派国家的这个特勤人员去那边保守？他儿子也不住在里面，也不住在里面，他是在美国、啊。对啊，儿子孙子都不在。对啊，然后他一年去几次？是啊，赖清德去几次？赖清德去的时候，特勤人员去就是 OK 的啊，就可以了。他不去的时候，为什么要这样子？守一个空房子啊？对。那你知道赖清德的他的官邸在哪？在仁爱路啊。是啊，那个是豪大豪宅啊、嗯，那个都不要耗费多少国家公帑了，对，已经保护他一个人了。嗯，他留在那个万里他儿子的房子，也没有住，也没有在使用的，为什么要派警宪兵、宪警、特勤在那边替他守那个房子？对，纪大使，你知道吗？这个就是滥权。对，今天看到这个新闻哈，心最痛、心在滴血的是什么？这个南铁东这个拆迁案，那台铁拆迁案的那一群、嗯，那一群当初怎么样被粗暴的赶出去？记不记得啊、哦嗯？半夜这个突袭啊，强拆，然后还这个把他们带风向，说这群人都是爱钱的人，对不对啊、哦？好，今天我们有这个线上有这个南铁自救会啊，他们的派出的代表真的是有话要讲。来，导播，我们有那段影片，对不对啊？好，谢谢这个自救会的代表，我们来这个看他当时今天看到这个新闻之后，请问一下，当时被强制赶出自己家园的这些民众，他们的看法是什么？赖金德为了他的违建，连哭了五次，要引起众人同情。但是他是怎么对付我们400多户南铁居民的合法民宅呢？他铺天盖地抹黑南铁居民日式爱钱，还造谣说南铁东已居民要求政府拆铁路西边的民宅，借此来分化市民，造成邻居对被迫害者的仇恨与轻视，甚至还有邻居在凌晨对被害者家庭骂三字经，要我们滚蛋。沿线老人不堪家产被掠夺跟人格毁灭，纷纷忧郁难眠，最后造成许多家庭人伦悲剧，并导致将近40位老人在悲愤中身亡。赖清德还虚情假意对媒体说会再跟居民沟通，不会强拆。但是南铁案每一次的说明会、公听会都是警察暴力，他实际上的沟通就是把百姓当白痴这样子来说谎，不回答老百姓的质疑，只想要说服居民买他的建商金主盖的安置宅，甚至恐吓我妈妈说：“你台湾控制是未成功的，看苗栗的大坡，人死厝拆，恁家敢要安呢？”我家被强拆那一天，台南市政府用凌晨突袭的手段，那时候我爸爸妈妈90几岁了，还在房子里面。他们就开始用大钢牙来吃我家，只给我们2个小时打包。当时我要求铁工局让我们把许多建筑学者都赞叹的旋转楼梯自行拆除，结果政府马上刻意用怪手来破坏成碎片。我们深深感受到赖清德对于我们这些抗争者的恨意。其实南铁居民要的只不过是一个可以跟政府平等沟通的行政程序。赖清德怕官商勾结真相曝光，死都不给我们一个程序的正义。现在赖清德竟然想要补程序、补税来让他的违建合法化，营建署甚至要配合解编他家那块矿业用地。你是大官，我们只是小老百姓。你的老家秀苗苗，但是我们的家呢，被你强拆了。你怀念你爸爸，但是我们南铁居民的爸爸妈妈就不是人吗？就应该被糟蹋吗？就不该被怀念吗？赖清德，请你出来回应，我们南铁居民的家是不是家？我们的父母是不是人？好，说得太好了，你怀念你爸爸，但是我90几岁的爸妈就在屋子里面，清晨大钢牙就来拆了，不担心老人家吗？你的父母亲是人，我的父母亲就不是人吗？这个亮哥对这个过程非常的理解，所以你看到呢，别人的老家说拆就拆，老人家在里面照拆不误啊，自己的老家人都不在里面，秀苗苗宪兵要来看守。然后呢，最新消息哦，我们的国土署也出来讲话说什么呢？赖金德的老家是不是违建？废矿区的居住权不是传统的违建概念，
你听得懂吗？啊，废矿区的居住权不是传统违建的概念啊，所以中央会保障原有合法的居住权啊。啊，好，来回到刚刚那边啊。好，来导播回去啊。所以为了这个房子，赖清德哭还不够，这个郑红也要出来哭。然后吴子嘉就说嘛，选举最糟糕的最怕就是被嘲笑。现在赖清德的老家出现了这个状况，虽然给了大家很多的欢乐啊，但是打开一看，特别是对于南铁东移这些民众来讲，真的是哭都哭不出来。亮哥怎么看？这个南铁东移事实上还有更悲剧的啦，就是被征收的你那个土地，然后就变成铁路嘛，然后在你旁边的房子房价就大涨这样，所以是明显的，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啦，非常明鲜明的对比啊。那事实上有人得利嘛，那得利然后有人就不信嘛，那你并没有稍微平衡一下这中间的差异了，比如说给予人家更优惠的补偿之类的，那因为那个过程拖了蛮久的了，那当然也有人质疑是不是就是后来就是在沿线的那个土地有一个很大的企业集团进去做开发嘛，可是你也找不到证据了这种事情啊。不过我觉得赖清德这件事啊，这个建大使刚刚讲的是他实质违法跟双标的部分，那我认为他受伤主要还不是这个，主要是他处理的过程啊，他把一个不是那么大的一个问题把它捅得越来越大啊，那凸显出他决策上的个性的缺失啊，就是说这个人真的是有点偏执啊，这个偏执就蛮可怕的，就是说你专断然后又固执，那人家就会连接到你那个台南议会232天不进去嘛。事实上他那个是违宪的，后来监察院还弹劾啊。那个时候事实上到100天的时候，民进党几乎动用全党的力量去拜托他说：“哎，你进去好不好？你进去可以跟李全教对骂，可是你一定要进去啊！你不进去，这个大家没有办法帮你辩护啊。”他就是不要进去，他就是不要。那这件事也是一样，人家就说你可能法律上有落实嘛，那承认违建又怎样，反正现在已经是列管了，那承认漏税就补缴接受罚款嘛，就说你为什么连这样的承认自己有失误你都不愿意，好像你是圣人啊，有如神明啊，你都不会犯错，那这个就很过分了，因为人家明明发现这么明显的法律的漏洞啊，你就是犯了嘛。所以这些讲不清楚，哭有效吗？他哭还不够，郑红仪再出来哭，这个叫硬凹哭啦。硬凹哭，就是说他以为可以用这样盖过去，然后把它打成是个政治议题，这个事实上就是个法律问题嘛。那结果你把它打成政治问题，那就是说他事实上还好让电绿媒去做。网路帮他弄梗图，然后现在开始郑红一到淡水办的那一场，特别又讲了一次，那这个就是要动员声律嘛，他就想要把它打成悲情牌啦，因为他就习惯这样选嘛。你看那个苏贞昌，我就看到他今天去帮人家助讲，又来了，说侯友宜要让100万陆客进来啦，又来了，他只会这一招，你知道吧？就是抗中啦。啊，不然就去诉求啦，什么中国的力量要进来，不然就是悲情啦，他又想要连接到悲情，说就是国民党在搞我。那事实上这个议题不是国民党搞的，是网络烧起来了。国民党有这个本事就好了。是啊，是，就是我跟你讲啊，事实上，比如说韩国瑜那次选举就出现一大堆梗图啊，那都不是韩国瑜去指挥的，对对，就自发的就跑出来了。这次那个 feel 就有点像，就人家实在是看不下去你，可是你去想一想，你是要选总统的人啊，你个性那么偏执，危机处理这么糟糕，一个小洞处理成大洞啊！而且我觉得下架这个动作真的还蛮蠢的，你真的下架一个，大家上架8个，就是这个概念，跟他对干呢。我跟你讲啊，他这个议题不只使他的总统的民调上不去啊，他还要连到
立委选举，搞不好有好几个 PK 盘都被他害死，所以就是一失十五命嘛。就国民党说有十五个 PK 区嘛，因为我跟你讲，单一选区这种东西是很残酷的。对，他惩罚起来就是全倒。对，真的是这样，他很残酷的啦。所以蔡英文在2020才会选到61席。所以亮哥，你觉得最后会有那个奥博什么什么倒数三天，然后就亲自跑到这个跑，所以跑赖皮寮去猜？所以我是故意讲的啊，破他的梗啊。到时候郑红仪什么，大家全部去拿着这个，然后他就榔头去猜。对啊，就是边哭边猜啊，在那边演戏啊。可是我跟你讲了，这种东西被人家破梗，到时候演也没什么稀奇的啦，就太政治了啦，就是这样嘛。我跟你讲这个。这个尤一龙那句话是有道理的，政治选举啊，一旦扯到你的品格、人设、价值的问题啊，你就是重伤了嘛，对，就是重伤了。因为像郑文灿那个还可以跟你挥啊，说啊那个不是我了，啊，或者说人家爆他的弊案，他就说啊你证据那个没有直接证据啦，他这个不是，哎，这个是事实很清楚，哎，那你硬要凹，哎，那你就是凹。违反大家的基本价值的认知嘛？对啊，听说现在绿营很挫啊，所以大家说跟这个小智这个论文案有点像，全党挺一人呐，明知道是错，就是硬要挺嘛，真的挺不下去。然后现在大家就开地图炮，各式各样欢乐梗请来，这是最担心的。但好像老是都是在这个房舍上有问题哈。今天林传媒又踢爆赖清德团队使用这个黄龙建设的联合销售会馆作为竞选总部，违反了台南市政府公务局的一个自治条例，它其中有一款样品屋设置不得作为样品屋以外的目的使用啊。台南市府台南前市长赖清德会不知道吗？啊，台南市公务局要出来解套，黄龙建设销售会馆提供给政治人物当竞总有无违法？要前往会刊之后才能确认。我的天哪，哈！这个靳总说，靳总是承租的啊，会跟地主跟市府了解状况啊。委员觉得呢？真的好无力，苍白无力。实在是，哎，鸡同鸭讲哎。对，鸡同鸭讲，人家只说跟你的规定，这个样品屋就只能当样品屋，只能当样品屋，它不是一个正式的建筑。你把它拿来当竞选总部，这已经是不合规定了嘛？那你不合规定，你就搬个地方嘛？说我们不知道啊，以前不晓得这规定啊，不解决了吗？你要讲说，哦，我们要找人来勘察一下，他堵上二十几天哦，这个台南市政府派不出人呐啊！但我真的觉得，我觉得大家的这个智商都很高，你看到这个回答，你就会觉得，哦，对，果然有鬼，对不对？当然有鬼啊！你看到刚刚国土署出来讲话，他不讲还好。一讲，大家的那个怒火就起来了。没错啊，满满的猪队友。对啊，你看特勤中心啊，对不对？宪兵队，对不对？拍马屁、啊。国土署，对不对？啊，郑红也就算了，对不对？他们的侧翼嘛，哈。那你现在再加上这个台南市政府一个拖一个下水，本来没事的、啊。我觉得亮哥凭他的个性是有道理的，偏执狂。你说买那个房子值不值钱？不值钱嘛。你说只有居住权啊，居住权也不是所有权，对。那你说真的有人真的会认真想要你拆吗？你一开始处理就说，如果这样来说，哦，很抱歉哦，那是因为小时候生长地方，那我没有注意到，对不对哈？对对。啊，那个如果有必要拆的话，我就尽快拆掉哈。那这个至于说税的问题哈，我赶快查一查，我们来补交一下。我想很多人干过那么久立法也不搞不清楚这房屋税怎么报啊，对不对？如果你不是在财政委员会，坦白讲你搞不太清楚，那大家就过去了嘛。就他不是，他应该讲东讲西，然后他公开流眼泪。你对幼年的一个情景的感伤，你掉眼泪有道理。可是人家想的是你为那个房子掉眼泪，你不太搞笑了一点吧？对不对？这个他，我跟你讲哈。政治人物哈，要掉眼泪的时候，是大家认为那个场景要掉眼泪，你掉眼泪才有意义嘛。对。那如果政治人物哈要讲笑话，也要大部分人觉得那个场景有趣好笑，你讲才有好笑嘛。那他竟然要选总统的人，跟那个美国那个被人家嘲笑的贺锦丽哈一样啊，
贺锦丽经常说别人都不觉得好笑，他一个人笑得很开心。对，人家觉得没什么好哭的，你哭得主，你在哭什么啊？对不对？有点莫名其妙，所以才要郑弘仪去陪哭啊！在民进党来看，这是多么的感人。郑弘仪在表演嘛？这个违建，只要你对他有感情，就可以不用拆。而且我们的赖副做了一个很严重一件事情哦。对，全台湾多少人的邻居、亲戚、朋友有违建被拆的？本来就是啊。小至篱笆，大至围墙，对不对？对。还有阁楼，对不对？加盖的。多少人被拆啊？对啊，放在心里面会投你一票才有鬼。里面有蓝有绿，有中间选民大队啊。柯妈妈的阳台不是也被拆了吗？他当然一肚子气嘛，对不对？对啊、平常哦没地方发泄，哦还可以骂骂说市长是谁帮我拆掉，啊、县长谁拆我的。现在发现我搞个老半天，我都被拆了。啊、哇，你赖清德不用被拆。所以那个南铁自救会刚刚讲的多好，对不对？对啊、你怀念你爸妈，那我们的爸妈在里面呢，九十几岁老人家，你这样对待人家。你爸妈是人，我们爸妈不是人哦。你看一枪打下去就毙命了。哦，真的，这话讲得超有感觉。对，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两三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